老白，你快点，老白，快点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当姥姥了。往那看。什么？你看啊，你看，看那个洞里面，看到洞了吗？洞了，看到没？好奇。你往里面看，你看这个点，哎，出来了。小鱼。它捞出来。拿网，拿那个白的网。快点，拿那白的网给它搅出来，捞掉。把它弄出来，先弄出来。出来了。捞，别给大鱼吃了，快点，哪去了？不好捞耶！拿那个白，就它，捞，来，快，放这个，这个我前两天开出来给那小鱼隔离，放这，哪去了？哦，搁这里，看看有没有，搅，里面搅一下，把那个水草后面搅一下。我估计肯定应该还有，这里面孔多，不应该就藏一个，什么时候生的都不知道。估计大鱼吃掉了。那肯定吃了，把里面多下点饲料，等下把鱼搅出来，大鱼会吃小鱼，就是吃饲料去了。没有了吗？没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出来了，搁这里，这个，哎，救它，别跑了。这鱼不小了耶，生下来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注意看这几天。幸亏造的有紧，快点，放！哎呀，两条了，我这脚还能绞出来吧？在这儿，藏在石头缝里。哎，造的有紧，三条了，铁子吧？几个上来没？一个，四条了，还不少呢。往下绞，应该躲在下面，都躲在石头缝里，应该不止那几条。往下面搅，哎，这边跑出来一个，等等，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知道。我说你脚还有吧？哎，上来了吗？嗯，几条了？五条了，再救他，又跑了，上来没？来，六条，搞起来。哎，对，底部你捞不上来的。刚一条跑了，没捞走。你再搅，没搅出来。应该在石头缝里。来，我给你诠释一下什么叫做灯下黑。搁这呢，浮游膜旁边，水面上，看见没？下去了。这小家伙，鱼不大，脑袋不大哈，聪明的要死。多少条了？十七条了。十六条，我一条条数的。十六条。找不出来了吗？应该是没有了，我搅到现在没有出来呢。等等吧，有的话要自己出来。这个是十六条还是十七条？十六条。你说十六条就十六条，16条哈、啊，就发现一条鱼从里面这个造景的缝隙里面找出来，就是刚16条，目前还在搅，估计应该没有了。有的话，就算有一个两个，我估计也在石头缝里面吓死了，不敢出来了。看看以后能不能自己出来吧。这小孔雀鱼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的，我感觉都长老大了。这里面还有两个大肚子鱼呢，以后不用买孔雀鱼了哈，养不完。